王阳明和张丽因某节目假戏真做，刚在一起时令粉丝们哗然一片。不久前还传出张丽已见过男方父母，但就在大家刚刚接受这个现实的时候，二人却又疑似分手了。王阳明经纪人透露，两人因文化差异导致分手。12月23日晚，王阳明在微博上用英语写下一段福音，疑似回应分手。他表示，但是我告诉你，要爱你的敌人，祝福那些诅咒你的人。而几天前，王阳明还发微博称，我就是我，我不完美。虽表面上看起来十分深情，但因先前有港媒爆出王阳明因劈腿歌手蔡诗芸而甩掉张丽，不少网友在王阳明微博下留言大呼，简直就是劈腿王。优酷全娱乐整理报道。最强评委争锋，最强项目挑战，最强女神阵容，2015年1月2日开年巨献，江苏卫视最强大脑，每周五晚优酷独播。